7:35，咱出来人准时，甲恁相约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 身边的欢心带、欢喜带、新鲜带，就伫厝边头尾节目当中。那伫今仔节目当中啊，咱阿海要交大家发现的又个是啥物代志呢？ 厝边头尾送一个拍档发现，做一个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厝边头尾，我是阿海。今年啊是过了，阿海我对今年的春节晚会啊是印象深刻。对于今年春节晚会主题啊，回家过年，大家都皆是要感触的。一提到过年啊，不管是迄个炊烟盘盘盘，等着亲人回家过年的人，还是历经一路奔波，赶着啊倒去厝内过年的人，对于迄种等待心情啊，咱每一个人都皆是非常熟悉的。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，家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。唔过，伫咧春节期间，一个12岁查某囡仔雅晴啊，煞离家出行，有厝啊，唔愿意回。已经啊，伫咧市救助站站了一星期咯。伫咧前几日啊，这个查某囡仔再次出行，予伊身边所有的人啊，大家都皆得救。记者交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一路记者。 终于伫咧市区民国公园的草坪顶，看到这位离家出行的查某囡仔，只看到伊手内面夹着装有随身衫裤的塑料袋，头却深深的埋于两个脚头夫之间。无论是救助站工作人员、交警公司、地火社工事务所的社工们，跍伫咧边头，怎样衫裤，伊始终唔愿意家己头来，只流落来滴滴的目屎。 好，我们去吃饭了，好不好？都下班了。走吧，好。去。好好好好好，朋友们。你们怎么突然间就发现他不见了？就是一小会嘛，刚才还在来着，然后就是去找他，然后就不见了。跟我们一起洗脸啊、吃饭啊，然后洗澡啊、住啊，然后都很开心。但是，一聊到他家里边，他就什么都不提。他说他要。 在街上捡瓶子卖也不回家，他说他要自己赚钱。个人和记者说，前几日伫咧救助站内面，查某囡仔下水、洗衫裤、泡茶等等，当都做啊也好些。但一旦听到有人提起回家，爸妈等事，伊就显得烦躁异常。无论工作人员怎样耐心询问，伊始终都唔说话，除了名雅晴之外，连姓啥物都唔愿说。 无奈之下，社工们采用了写纸条的方式，交雅晴做进一步的沟通交流。他跟我们就是社工姐姐，他这样说嘛，就说他以前是在老家四川，跟他爷爷住在一起，然后他爷爷就种庄稼卖钱，然后供他上学养他。然后现在就是他爷爷老了，没有劳动能力了，然后他爸爸妈妈就说，如果他要上学的话，就要过来这边找他爸妈。雅晴说。 伊的爸爸妈妈只对小弟好，对于经常拍骂。记者伫社工交雅晴交流的纸条顶，发现雅晴是安尼写的：“我的爸爸妈妈拍人也恶，我即阵摆是按厝内玻璃遭到拍碎了。阮妈妈因拍人也恶，我即阵摆是偷偷走出来。”伊说了：“姐，你想走就走，无人会记切你。” 他说他很不喜欢这样子的家庭，他说他跑过好多次，就是跑出来，然后被公安局送回去了，送回去之后，爸爸妈妈又再打他，就打得更厉害，然后他就又跑出来，好像说跑过好几次。时间一点一点啊过去了，雅晴煞是躲起唔行，一直到等你按波两点，记者才接到电话，雅晴终于同意我倒来去救助站咯。 劝说大概1.5小时吧，做了辛苦细致的这个疏导工作，两位社工提醒苦的，一直跟着他陪着他，后面耐心终于劝回来了。几次想还想出去，但是还是做做还是做下来了，做稳定工作。目前的话，小孩子正常了。这有假啊，唔愿意回，甚至几落卖离家出行，一提到老爸母哦，伊个脾气啊就开始烦躁。 伫咧阿个我看来，这个查某囡仔可能伫咧心理顶啊，已经有一定的问题。而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，也明显的就是由于伊从小生活环境多地，咱都去知影。伫咧囡仔成长过程当中，爸母啊始终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因为教方式是毋是正确，直接关系到囡仔是毋是我当健康的成长。所以伫咧水啊，阮也希望。
作为家长啊，我当正确的处理规个囡仔关系，交囡仔平衡的爱，交囡仔正确的沟通，互因啊有一个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。这过年的期间啊，除了发生这款查某囡仔有家啊唔愿意回离家出嫁的意外事件以外，伫咧南厝的五里工业区啊，同款也发生了一幕让人也着惊的意外。他冲下来的时候，先往我背上这里砍一刀，然后把我移到这边来。好在咧，吴金建的高五两三号伊无受伤。超市内摄像头记录了歹徒行凶的全过程。五个男青年冲入去超市内面，其中一个人门着面，四个人手夹着长刀。劫持了吴金建以后，歹徒开始搜刮柜台。之后，歹徒又搁劫持了吴金建的阿姊交一名顾客。当时在摆菜，因为马上关门了，整理一下菜，然后他架到脖子上说抢劫，我当时就跟他对峙，用力把他的刀移开，但是他我的力气没办法，然后就把我压到了那个菜篮子上面，然后掐着我脖子。这阵啊时，一个顾客拄好又搁行入去店内面，啊，变作歹徒威胁的对象。出来买夜宵嘛，他们五个人围在那边。我以为他们是付钱的，因为这个超市有时候生意比较好的时候，经常也有六七个人呐、啊，这样子围着。当晚，歹徒共抢现金近7000元，笔记本电脑一台，手机两部，钱包一个。据超市负责人吴金建回忆，这五个人应该皆是外地人，而且都皆是20几岁的后生家。这意外伤害也让店主交顾客心惊之余，感觉了自我防范意识的重要性。是，当时立刻就马上报警了。以后就是尽量人多点，然后我们也要准备一些，防护措施了，尽量弄警铃吧。目前案件正咧调查中，如果你有通提供这五名歹徒的线索，请积极向公安部门反映。这家伙都蒙着面啦，一日间就像抢劫的画面啦，哪像就咱伫咧电视哦、电影当中经常看到，无想到伫咧现实生活当中却真实是发生哦，真的是托人偷对掉啊！老清过，如果那是这几个少年家啊，搁较三分之四啊，这效果啊就不堪设想了。不过话搁说回来，据目击者说啊，这几位冲入去店的抢劫的人啊，都计是20几岁的人，这不得不啦，予咱引起深思。话说，这20几岁年纪啊，正是好年华，伫咧这个年纪，应该是着奋斗时阵，怎啊会做起这种入室抢劫的歹代志呢？弟子啊，爱也希望。方便我当加强这撮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，方便防控这撮少年家啊，我当及时的改正，及时的回改，找一份正当的工作，自力更生。若无啊，发放灰灰，疏而不漏，到时阵只能自食恶果。算了，咱再来看一期警方成功夺回夺破游戏机队的新闻。在陈地、杨地村加暗地村，警方共查获6件盗破游戏机队，抓获涉案人员22名。您看，这间游戏机队的大门顶设有抽烟机交排气方式，若是无进入队内面，也许也想说这座队只是休业的参观。这个小门是稍微烟柱的，是没有开着。如果没有详细侦查，看不出里面是一个游戏机赌博。据王维柱介绍。在这个二点里面，警方抓获了10几名参赌人员，而这些人员全部皆是无法倒去厝内过年的来晋江游。这个玩花了多少钱啊？光收了10块钱。现在无聊嘛，没地方玩就搞了20块钱玩一下。你在这6间涉赌游戏机店里面，记者发现每家各有一台多人赌博机，警方介绍说。这部机器相当于八大老虎机，赌博的牌子、立场的涉案人员大家也清楚，但因就无办法拒绝诱惑。办案民警说，赌博一旦上瘾，极有可能诱发各类治安刑事案件。平时没地方玩咯、就是往这里面转一下咯，有些人随便转一下就去了好几百咯。输赢一开始都是很小，但是越赌越上瘾，然后。有的甚至把一个月辛苦赚来的工资也全部赌掉，害人，肯定害人了。这个赌博肯定是违法害人的。严肃的话，他就会家庭里面会纠纷吵架。按规定，10几名参赌人员全数被警方治安拘留。据了解，接触并管理5台以上赌博游戏机，即可刑拘。
由于警方此次查获的赌博游戏机，皆是不少台一组的多人机，所以追捕的看管人员也依法和警方刑拘。目前，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追查赌博游戏机店的经营者。就是这款小小的赌博机，看起来那是无什么，一摆赌的钱啊，也可能无多。但是随着这个赌瘾啊，是愈陷愈深，到时阵你就可能失去理智，几百块、几千块的落去赌，愈赌是愈大，到最后唔啦财产损失，甚至有可能就会发生刑事案件，到时阵后悔就袂好咯。所以啊，爱伫咧最后要防空即跩长期赌博的人，有闲的时阵啊，不如四过去行亲朋友，去交因花钱饮茶，享受生活，甚至是去锻炼身体，甲都皆是非常积极的生活方式。千万唔通沉迷于赌博当中。好了，伫咧节目最后，咱今日看一段有意思的视频，大家都会知啊。虽然咱生活伫咧地球顶，但是对于整个地球，你又去了解偌济呢？近年来啊，伫咧国际空间站啊，就伫咧屋顶顶对咱整个地球啊进行拍摄，互咱啊这就来去看看咱生活这地球到底是新什么款的。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！原来从太空中看咱的地球是安尼，看了之后啊，哎，我感觉咱这番水的地球啊，咱啊应该是得更加好好的去爱护。好了，今仔日的趣味头尾，我就为大家讲到这了。如果你的身边发生这款的代志，欢迎你写批或者拨你的线电话8563-3003来交阮说一下。趣味头尾送一个跑单跑线做一下，我是阿海，咱下一期节目再见。是你的手下败将，只要你敢敢来跟我行一记，你就知。啊！阿三在干嘛？来了，我大哥。哎呀！你等大家光临，这是我蓬荜生辉啊！哦，不敢不敢。来来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阿姨。阿三在干嘛？哎。阿我接我阿妈。我来要甲你行棋，你去人办事做唔做袂去？哦，是是是，你看，我这盘棋已经摆去几落日咯，一卖有一首歌可以形容我一卖心内感情歌。啊，无你唱一下来，我听一下嘛，都也是听啊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听，你知道我在等。你带歌啊？我何时要过来跟你行棋？你想要等我吗？你要过来玩的啦？那我等你吗？你都自己来说。你听，老魏啊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老魏，老魏，你是要行不行？老魏啊，哦，你是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是等你，不是等你嘛？呜，我激动啊，激动啊！啊，你啊，唔行咧，对哦。快心酸一载，无啦！我听遐咧嘛，我头一步甲出王咧。三只公公啊，三只鬼哩咯！等你等太济，你等只一个头甲鸡乱的款哦，分出王。你赶紧去牵大鸡，我听说你鸡啊阿英啊，七寸八寸袂要紧啊，赶紧去出鸡。出鸡，出鸡嘿嘿，出鸡哪？鸡是出鸡。
王光都是无。有你吃了，一只王来咧出出的呀。那话你搁托机，搁托机。未吃是的，未吃是的。啊，我这常在讲啊。我同你说，来，我说你听。我今日你出来行娱乐，啊，你答应阮婆啊，还代志有在落实者。哦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伊会结出死马汉对我去。三七公啊，话少说，我唔惊着，我去退。哦，行行行，跟你绝对讲，嘿，绝对讲，嘿。那刚刚讲我一个礼品啊，因为是真正香港的名牌，也好用。那啊，怎啊？我身为身位哦，感谢感谢，干干嘛？哦，义气义气人义气人。嘿，来，你三七公啊，无恁都假说了，啊，我暗时你袂好假去，无我倒来去哦。哎呀哎呀，你做你倒做倒啊。啊，好啦，不要。我夹个夹个夹。你啊，做这个廉政好啊，到时我夹个夹。来个夹好。你这个托机先。你这托我袂行嘞，是阮爸叫我托去。我知我知，你托来你托来。我还有连路两把王都还出来行嘞，啊？哪位啊？啊？无大机去牵个七路八路咯，我去路等个苏南人倒来去哦。哈哈哈！啊，好啊，你好，你小人倒来。嘿，阿老爷一定幸福，上山要随行。哦，人我一开始跟阮爸伊说好势。我来是要跟你行去，行去啊！但是无运，你说一支支就行了啦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说你这只要跟我行，你无行了，我是不走。哦，你真是才较恶人啊！我讲，那安尼说，我阿妈是答应要来跟你行去，并不是说要假输我赢。哦，啊，你做礼品咯，就感谢咯，多谢好，多谢好。是哦，是哦。啊，唔行咯，唔行咯，唔行咯，我再查查讲啊，你做我叫做什么？你怎样？叫做人生过看无物，老亏，老亏咯，亏！你做我叫做皮了，夫人又折边咯。查查讲啊，这个是谁哦？咱下日啊，我再好好哦，带我阿妈来好好跟你研究一下，因为囡仔无位啦，囡仔我。我那两个老阿母啊，要搁去开会咧啦，社区的里底咯，啊，代志匆匆的，怎发发落落咧发笑哦，食下了，唔得来结算一下，你叫人去结算啦。咱这正月咯，你要搁给我。啊，无啦，就是里底开会。开会话咧，哦，大概要下下辈落咧。是啦，啊，我唔再给恁话去啦。袂啦，袂啦，马上叫我话哦。啊，话是话啦，话去话去啦，哈哈，我是听话。哎呀，三只公我真着死头过无吃饭了一白米啊！一定明嘛是得发到公布吼，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咱顶间的卖面叫做果冻，卖对啊，就是这个独独眼的独立，为什么啊？咱这个独立哦，头顶是一个鞋子，下底是一个钳子，啊，果冻啊，钳鞋，唔就是这个。独立的独立咯，啊，煞了哦！我出今仔的卖面，今仔的卖面啊，叫做金利，它上款哦，也是要猜一厘厘，也你若有猜到，就会记得拍阮的热线85633003来降温室，啊，就赶紧来猜。明仔咱来希望恁爸爸咱厝咧，所将未对甲阮讲。那接来咱来看看昨日咧幸运观众是上阿哩。来自地段的红乌饼，电话号码是0079。感谢你的这个参与，你将获得由龙德景提供的永生茶一份，万代龙德山大礼包一份，以及由雅舍家政提供的服务大礼包一份。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，我们的节目收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:35，您可以利用我们的网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